你住的地方的话，就是要说肯定会在这里面了，肯定在这里面。你让我们今天看上，你偷人家阿路的手机，还想取人家阿路手机？我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嘛，以后我会好好的等你，好好的。没有没有，你别再跟我说这些，我也不会听的，我听不进去。你看，这是咱们两个的家吗？什么？咱们两个的家？你们这个家，我靠！你们这个家，你看，这是咱们两个的、啊、电视，是不是电视？几百年了，这个电视都几百年了啊！电视你做，我这过去现在装修的这都好，你们家装修的好，电视也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哥，装修的那么好，不要坐那里，不要坐那里，听到没有？不要坐那里，这些沙发都是咱们两个的了嘛，对吧？嗯。咱们两个爷爷，以后我也有一件事情，好好的在结婚，等一下，爷爷去吧。你们老婆一点有问题吧？你们两个？对，你们的老婆有问题。老婆有问题是不是？什么有问题？来，爷爷，你听我说，昨天王瑞给了1000块钱，没有不也来了？出去一会就白了，你们两个也顾得来，是不是？我们养我们两个的老婆，你们两个没有他是骗你了，爷爷，你骗，好，骗了，好了，关注那个都看到了，阿洛我会好好的，对，那你爷爷，你不要碰我，阿洛交给我就好了，不要看，是有话好好说。我后来没搞。屁股翻球，屁钱没翻过了。你对爷爷，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来，以前我给阿洛买了一个10000块钱的手机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怀疑是被全部偷了的，是吧？阿洛那天还哭了。阿路的一个10000块钱的手机哦，你说被他们很多人都以为是全部偷的。拿人家的手机小偷哦，牵人家的牛，什么鞭霸道哦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给昨天明明在我这里骗了10000块钱啊，今天又耍无赖，像你这样子小偷骗子无赖，哎呦我去！是了吗？你出屁了个，先把手机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你到纽约，他们钱被没拿，拿起走了，他还要要阿罗。你来这不行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没有？去不？我们不想在这里跟你吵。对，你的话可以走了，你的话快点走吧。我们也要，我们也要走。我要和着阿路。我们也不会。阿路什么时候走，我就什么时候走。你这是在道德绑架。阿路的话已经是我的人了。什么你的人啊？你疯了吧？不是你的人喽。咱们现在既然来到曲布家了，那咱们搜一下行不行？现在爷爷也在，让曲布的这些丑事给爷爷看。这是我们的家，你还敢搜我们的家吗？不是我，也有爷爷在啊。什么别太过分啊？别太过分啊！敢搜我家啊？别不说。不行，再闯出来去，说什么不行的？我这真的去看警察爷。来，哦，我说啊，别搞得太过分哦，不要搜我们的家，知道吗？来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看，是不是你拿了？是不是被你偷了？你这，手机嘛，裤子挂了，手机嘛，裤子挂了，钱钱是不是被你拿了啊？裤子挂了，手机嘛，脱皮了都。那我们可以搜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你们家拿的，那我们搜一下应该没事吧，对不对？来搜，就你家的，那不是你家的，你想搜就搜啊。我怀疑啊，之前阿路掉的那个手机被曲布拿走了，然后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把他们家搜一遍，为什么不让搜？为什么不让搜？是不是你们偷了心虚？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想娶阿路？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想娶阿露是不是？啊！像你，如果不做贼心虚的话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搜？肯定在这个屋子里面，为什么不让我们搜这个屋子？啊？为什么不让我们搜这个屋子？这是我住的地方。哦，你住的地方的话，就是要搜，肯定会在这里面了。肯定在这里的。你让我们今天看上。你偷人家阿露的手机，还想娶人家阿露？手机我没拉，就是没拉嘛。哎。阿子，收，没事，爷爷，你不要冲动，爷，不要冲动，慢慢来，不要冲动，为什么把那个门关了？啊？你们说，咱们直播间哥哥姐姐们，他们家为什么把那个门关了？
是不是那个手机就在那个家里面，所以不让搜。过年俺们家，别乱说，别乱说。肯定是在里面，不让你，我不让你进去了。是不是那个手机在他们家里面？你们说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搜那个房间？是不是之前那个阿洛手机掉了的手机被他藏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了？你们说哥哥姐姐们，是会不会是被他藏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了？是怎么这个鬼的？手机怎么这个鬼了？那啥讲啊？什么什么的？你要是对啥？这怎么这鬼的？我这什么敌人？啊！手机来接到。哎，阿姨。啊，你应该要好好教育一下你的儿子啊。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啊！还有啊，人家阿洛不喜欢你们曲布，就不要啊啊，不要乱来，知不知道？勉强的爱情是幸福不了的。没拿是不是？没拿，那我们搜来，爷爷咱们一起搜啊！搜搜，来搜！哎，咱们顾不上打正能量来，哎，搜搜搜，让我看一下。这样子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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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，好好说，把这个放下，把这个放下，咱们好好说。有话好好说。我为什么不让我们搜啊？这是我我睡的地方，我睡的地方，你想搜肉就搜吧。从这股不一的。那凭什么你想搜肉就跟你说、啊？说起怎么这一锅人家老哪讲啊？你是可觉得啊？是管教啊？什么怎么的？你是懂吗？那我就不了，就让我弄手机去。那什么哎，过河河了啊！咱们搜了就知道了。但是你我说搜你不让搜，你说那到底搜还是不搜的话，咱们踢直播间了好不好？踢这些直播间关注的，关注说搜咱们就搜，关注说不搜咱们就不搜，行吧？如果我也不开心，怕你转身就逃，爱上一个